老了不能动，我女不可能的，你去找人，你去不了。嗯，我说老了不能动怎么办呢？怎么会呢？ 上门嘛，上门服务。对呀，有肯定的，帮忙的，我有不帮忙你办法了。有口罩，有票子。嗯。办不过去的，我就喊个人，你看你弄五十块钱，搞个特别的嘛。对。 新闻一下，对吧？